陈明姐，您是因为什么样的关系跟这个戏，然后就请您去唱这个主题歌？嗯，你不知道我也演过那个戏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也演过，就要演一段戏。陈明姐，打球是吧？篮球场上，你要 pick 吗？你要 pick 吗？篮球场上，真假的？真的真的。其实我一开始是去演戏的。最开始李亚鹏要跟您谈恋爱，对不对？原来是这样的。因为当时呢，那个导演他那部戏的。很多的去搭戏的都是歌手，因为他跟歌手很熟，对，是，所以他就找了我田震，我们都在里面演。哇哦！当时那个完了以后就说要写一首歌，然后这歌就陈明唱，然后我就唱了这首歌。但是这个戏演完了以后呢，你看我现在说完，你们都不知道我演过吧？对啊，对吧？所以我身边的朋友都说，我一问，我说哎，那个江岸你们看了吗？嗯，歌挺好听的。跟你没什么关系。跟我没啥关系。